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啊！我哋今晚又开始我哋呢个 Zoom 嘅研经嘅讨论会。咁咧，我哋仍然咧系继续之前嗰个主题，就系咧聆听神嘅声音，同埋领受方向同埋意象。咁咧就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首先咧系读经先请姊妹读啊。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OK， 好。嗱呢度咧就讲到佢哋喺度侍奉主喎。嗱呢个侍奉主咧，嗱。在这里我们看到侍奉主的意思是不是只是出去传福音出去传道那种呢？由这里看侍奉主可以包括些什么呢？有没有人想回应这个经文？他们在做什么啊？圣经说他们在做什么啊？禁食。禁食是其中一样东西。有呢？去做主照他们所做的工。OK， 即是他们呢经文就没有讲到他应该呢即是都是祷告的，即不是就这样禁食在那里坐在那里不做，应该是在那里即是亲近神的时候咯，应该是亲近神禁食亲近神的时候。那然后呢就神呢就叫他们呢差派保罗、巴拿巴和扫罗出去传道。那就让我们看得到对于侍奉神明白是有一个什么意思呢？侍奉神即是有个什么意思呢？侍奉神是包括亲近神。亲近神，然后就领受神给我们的方向意象，然后呢就去跟着做神吩咐去做的事咯。所以呢侍奉神就不是只是出去做事咯，是包括我们去亲近神，去等候神，让神去跟我们讲说话带领我们。好了，那在这里呢当他们禁食的时候，其实他们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即是有没有个方向啊？将会做什么啊？有没有呢？在禁食的时候，圣灵未讲嘢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了个目的先然后禁食啊？抑或是圣经有没有讲他们有个目的先呢？没讲喎。是啦，没讲。咁呢即是说呢，当他们禁食的时候呢，神就做一样什么事呢？当他们禁食的时候，定计牧师讲紧嗰啲，你冇留意啊？啊？O K， 当佢哋禁食嘅时候，圣灵就做乜嘢咧？讲说话，差派。差派系啦，系啦。咁咧，即系话咧，我哋领受方向咧，其实个方向个策略啊，来自边度咧？方向策略来自边度咧？边个咧？圣灵，圣灵系啦。咁即系话咧，当我哋亲近神嘅时候咧，神就会带领我哋啦。所以我哋咧需要去自己担心有咩方向嗱。当然咧，圣灵的指示未必是只在某一个时候然后指示我们的，其实圣灵可能一直都感动我们的，然后到某一个时候他就将这个指示更加清晰，就是说他们都在这里，他们可能他心中有一些意念要做些什么，但他们又不太肯定。在我们来讲，很多时候人信主之后就会有一种动力的，有一种动力去做些什么，但可能未是很清晰的。然后到某一个时候
就有个清晰的方向，或者有个机会摆在面前。跟住呢他就觉得很符合他想做的事，然后呢就即是圣灵向我们讲说话呢，有时是一次过，有时是多次的，即是多次都预备我们的心，有这个心去去传福音的，咁或者去侍奉神，去某方面侍奉神嘅。咁呢个就系喺我哋呢个经文咧，我哋睇到嘅一样嘢，就系神会亲自佢做，佢系计划嗰个，佢系预备嗰个，佢会同我哋带领我哋嘅，会带领会我哋讲说话嘅，指示我哋应该做啲咩嘢。咁所以咧，我哋对于亲近神，即系对于我哋前面嘅方向咧。我们只要留意圣灵的感动，心里面呢时时去留意神的感动，心里面呢时时安静等候神啊，感激神啊，那呢神就会将他想我们做的事呢指示我们，即是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这个神那种带领啊。那我想请大家又回应一下，你有没有觉得神这样去带领你的生命呢，去指示你当做的事呢？我想讲一下呢，即是个人那些方向当然是即是神会带领啦，但是团体他这个团体呢就好像个个都知道是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那是不是全体一起受感即是有那个一起都清晰是即是个个都相同这样就证实了是圣灵的工作呢？在这个经文呢，圣经就没有说他到底是有多少个收到这个信息、啊、不过总之呢他们这一群人呢就知道神要就是到底圣灵说是圣灵向哪个说呢，因为跟他们一起去讲出来呢，因为即是不是一个他们听得见的声音呢，因为圣灵在他们心中多个人去讲说话，我们不知道，但他们就个个都有认同，即是个个都觉得这件事是对的，是好的，那他们就为他按手差派他出去了。有没有经历上都经历过，即是同样，即是牧师你见，即是你很多侍奉团队啊，整班人有没有试过这个即是圣灵很清晰的带领，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禁食都少啊，即是都不知道，即是那个即是神在团，即是圣灵在团体里面的工作，即是会不会是即是我们亲近神太少啊，同埋一同亲近神一同禁食，即是这个神都是少。我想问大家，是不是一定要禁食圣灵先跟我们讲嘢噶？大家可以回答的，你自己收到神的信息是不是每一次都要禁食才收到信息？一问大家，真的不是 OK 好，我们之前看到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呢其实神的儿女会听到的，不过哪些人会更加听到呢？因为我现在其实回答着这个姊妹，我就用即是我现在用一直引导大家去思想这样。哪些人更加容易收到？我听不到。清心祷告那些人。是的，清心祷告的人呢，还有个心态是怎样的心态的人呢？我想是侍奉主的人。是的，即是有心侍奉主的人。有心去做神吩咐做的事的人呢，他就会更加容易收到神的信息的。其实应该说他爱主，神就会给他这个心去怜悯人的。在我自己来说是非常清晰的，即是由我初信耶稣呢，已经即刻呢我就很想向周围的人传福音，还有没多久呢神就感动我我就有这个意念。很多人都不认识神的，他都不知道神是真的。我还起初我就在那里想，其实教堂的人是不是个个都肯定神是真的呢？那我就去问不同的人。那我问的时候呢，个结果是原来都有些人是不肯定的，有些人是不肯定的。那我就有这个心呢，
虽然我是新去那个教会，但我有这个心去帮助那里的人。当然呢主要是帮那些比较新的人，就是那些已经在那里很久的那些呢，那些我就没什么去问他们。不过那时候我有想、一个就是、青年 的主一学啦，那我都问过老师的，我说 你肯不肯定神是真的？那他给我答案呢，他是信那个，就是他不是真的很，他不是真的有证据证明的，他是信，他是信这件事。我发觉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件事，那也都很多人信耶稣不是真的看到证据的，因为我比较波性的，所以我就会关心他们。然后神就给我这个心就很想去、就是如果神的心意，我跟神说，如果你的心意，我愿意有一天成为一个牧师去给你使用。因为我就很明显的神一路这样带领我的，在我譬如、经历圣灵之后更加很清晰很强烈的。今次回来香港之后呢，也都是神给我一路清晰的方向，逐步呢提升我的事故。我想问一下你们，其实你只是问我问题群体、啊。群体我都讲给你听，那时候我带了罪之后呢，是有几个人领受建立这个复兴宣教事工这个机构的意象的，即是有几个人一起领受，同埋一起呢、领受这个名的。即是我就答了你，即是神真的给我们有个群体 的感动。Okay? 我都经历过圣灵的感动的，即是群体的里面呢，因为以前呢就在小群教会祈祷的。咁咧，即系圣灵嘅感动都系，即系都系证实嘅。譬如，即系赞美咁啊，感动有句说话，譬如，感谢主嘅怜悯咁，譬如呢句啦。咁如果你唔讲嘅时候咧，第二个人会讲翻出嚟嘅。咁系圣灵感动同感一灵咯，都系经过，都系经历呢个圣灵嗰个浇灌同埋感动嘅。Okay, 但是小群教会那个时候是圣灵很大的感动，很即是很爱啊，即是很流晒眼泪这样。嗯 okay. 好，大家有没有分享一下，就是说圣灵感动你去侍奉神，带领你的方向，带领你人生和带领你侍奉的方向，有没有其他人你觉得在信主之后呢，圣灵真的会这样带领我们，还有当我们多亲近神的时候，神的带领更加强烈清晰的。有多少人有收到这些感动，请你简单分享。牧师，我现在去楼下，我想分享一阵，我走上去。OK, 你是说现在分享还是走了上次分享？我而家去楼下，我就想去屋企嗰时，我做咩啦？等几分钟？等几分钟啊 ？OK， 好。其他人呢？其他人有冇想分享嘅？可以分享啦。咁我信主之后咧，咁同埋处理咗生命里边嘅嘢之后咧，咁我就即系好亲近神啦，咁样我自己就會領受到的意象就是去宣講，即是做一些宣講的東西，即是又有些像教導，又有些像分享自己的經歷給人聽這樣。Okay. 當我一直呢，即是如果是在教會呢，即是我久不久都會講見證啊這樣的。後來呢，即是我覺得這些很，即是我都會做的，也都我覺得都即是教会里面，那些人都认识我，讲出来也都不会觉得有压力，因为大家认识我嘛。后来那个意象其实是叫我宣讲呢，是对着很多我不认识的人，是教会以外的人这样咯。那我就很 hesitate 的，那我就一直没做啦，但是圣灵就是这样催促咯，即是有个催逼你快点去做啦这样咯。OK, 好。你觉得那些感动清不清晰啊？
Michelle 先講，係好清晰嘅。Okay. 因為嗰個意象咧係人哋首先幫我騎出嚟先嘅。咁初時我就冇理會啦，因為我覺得嚇唔係我嚟嘅，即係唔係嘅，唔係我啊咁樣啦。咁但係當即係我都唔記得咗呢樣呢個祈禱啦，即係人哋幫我祈。咁但係當我後來咧自己祈同埋我老公幫我祈嘅時候，亦都係出現同一個意象，而令我諗翻起之前有個導師咁樣幫我祈禱出嚟嘅時候，咁呢個意象當我未行出嚟咧，係每次祈禱差唔多每一次都會再出現咯。OK， 同埋呢個意象係咪都係不同嘅人有領受咧？你自己又係有一個清晰嘅領受嘅，係咪？你自己本人啊？是我自己本身有清晰的領受，其實一開始是別人幫我祈的領受來的，我沒有理會，但是當我自己祈的時候又再出現。 OK OK 好，所以呢就是說是，所以某程度都是群體，就是有其他人和你一起領受到這個方向，是不是？雖然這個方向就是關乎你本人的，就不是關乎群體的。系，老师，系啊，我咧就简单几句，我早三年前咧我就癌症啦，即系经过自己嗰个神咧带领啦，同埋医治啊，自己要去生命去祈祷啊，去倚靠神啊，神带领，我就今年开始咧好多啊，即系我系疫情落嚟好 OK， 朝头早啊。不就总之去屋企时候咩时候去亲近神啊，去有时去读经啊，有时去祈祷啊，有时等候神啊，佢就半年前咧就好清晰嘅经文咯，即系佢系腓立比书异象嗰度咧，话你要作神祭弯高欢悦啊，世代作下神无瑕疵一儿女，今日我就。跟住就不多沉落去问咯，跟住神就话叫我作盐作光，嗰打后我都唔知咩啦，咁咩咁盐光，咁啊一路冇几耐咧，有一段经文喎，有段经文叫《路加福音》十四章八言节咧，嗰个比喻，即系廿一节嗰度咧，嗰个咧真系好，嗰廿一节嗰个经文嗰度咧系不断三四日都系喺我脑里边浮出嚟嘅。你去大港小怪啲去嗰啲咁样啊，而家系几个月咧，真系去到街边，去到楼下，即系好容易同人哋传福音，同人哋联络嗰个电话去带人哋去带到耶稣面前，即系好清晰，好清晰，神不断去同你讲说话嘅，去脑嗰度浮出嚟咯。OK， 非常好啊，系啦，呢个见证非常好啊。你嘅见证又真系你有行动，咁咧就即系呢个都系好明显咧睇得到，即系好明显睇到神嗰种感动啊。OK， 嗱，仲有冇其他人简单分享啊？嗱，点解我想大家分享咧？因为呢个经文本身其实好简单嘅，不过问题就系人信唔信呢样嘢。嗱，我一阵间分享少少咯。好好，我一阵间咧，嗱，你等一等，我讲完呢句先吓。我一阵间会分享一啲教会咧。他们怎样在那些异象那里是会分裂的，我会分享一些，即是有些教会呢，他们对爱神的心不强的时候呢，教会有分裂，但是呢现在你们来讲呢，就是你们的心真的 很有动力的。 OK， 好，刚才的姊妹你分享吧。好啊，我分享的就是呢全福音啦，我觉得神呢是好使用我咧去传福音，同埋即系都系使用我嘅言语啦，即系去建立人嘅生命啦。咁我觉得神好使用嘅。咁我咧就信咗耶稣之后咧就放低啦，因为系可能喺以前喺世界里面蒲得太多咧，知道一认识神之后咧，即系离开个世界，一百个转变咧嚟跟从主。就侍奉主，一心一意侍奉主，在家里面侍奉主，这样出去报道会呢，全福音侍奉主。我觉得神都会在使用我用金钱呢去祝福人啦，感动我去金钱啦，
咁個金錢咧又唔少又唔多啦，真係唔容易咯。但係感動我係甘心樂意去做噶咯，去祝福人，去祝福佢咯，即係頂啊頂姊妹做喺身上邊啦，睇到聖靈帶領我喺屋企做好見證啦，喺按摩侍奉裡面醫治到人嘅疾病啦，啊即係睇到神好大嘅能力，自己喺我身上發揮到好大嘅能力咯，睇到神嘅同在。同埋醫治啦，同埋家庭裏面嗰種見證啦，給予全福音嗰種能力啦，帶人信主啦，我覺得係呢啲唔係我自己嘅，係出於聖靈咯，被聖靈充滿咯。因為我都常常親近神嘅，即係同神好嘅關係，即係好渴慕神啊，愛好愛神啊咁樣咯，真係愛神做唔到噶，真係係咯。我分享就咁多咯。好，感謝主。啊、即是我们真的看到这么多个人呢都即有些分享的都讲得出圣灵怎样提醒、啊、去激励我们在心里面将这些方向意象给我们。还有没有人简单去讲、啊、因为呢我希望多些人讲，不过可以个个简单些讲就不用这么长时间，只是简单地讲出神怎样感动你 去侍奉、啊、去十几年前呢我还在職場做嘢，咁喺睡夢中咧，咁神就呼召我去服侍啦，咁樣，咁我就跟一個姓葉嘅牧者咧，就去南沙港嗰度咧退休啦，咁樣，每日都喺神面前跪喺度，即係有啲時間咧，就喺嗰個有個安靜嘅講跪喺度問神，係咪真係要辭工咧？咁樣，係咪真係要讀神學咧？咁樣，咁啊到到第九日都仲未聽到喎，咁我就話俾牧者聽，我想聽到喎，仲未聽到喎，咁繼續聽啦，就係、是、最後一日咧，就係、是、喺神面前就聽到啦，咁就係、是、可以咧，係去讀神學啦，咁我仲即係清楚啦，咁我再問多神一句，咁幾時啊？幾時辭工啊？咁樣佢仲有答我嘅，係啊，不過而家都即係咁，我就跟住去做啦，咁樣嚇，我分享咁多。你嗰係聽到聲音定係乜嘢㗎？你係聽到？係啊，總之係喺心靈裏邊好清楚嗰個係神嘅聲音啦。聽慣咗就知道嗰個係神嘅聲音㗎啦。嗯哼 ，OK， 好，呢個非常好嘅。即係嗱，其實每一個人不同嘅。譬如喺我自己嚟講咧，我係從來冇聽過一次神同我講你去做牧師啦。我從來冇一次咁嘅經歷㗎。我基本上咧就是一个持续嘅感动啊，持续嘅感动，好想去俾神用。咁所以有啲人咧，嗱有啲人会听到，有啲人冇听到。其实当一个人持续有呢个感动嘅时候咧，其实呢个已经系圣灵俾佢嘅感动嚟。咁我更加喺经历圣灵之后，系更加好清晰啊，会有啲感动啊。始终系冇听到声音嘅，但系我好多感动同埋好多教导走出嚟咯。OK。Oh, 但是咧，辞工都是一个几大的决定嚟嘅。系啊，系啊，咁呢个都是一个，即系有些人就会想神去俾佢一个答案啦。即系有些人真的收到的，但系有些人未必收到的时候咧，因为神跟我哋讲嘢，唔系一定是透过可以听得见的声音，有时系就系心中的意念嘅。诶，前嗰九日都听不到的，是最后一日才听到。OK， 嗱，你嚟讲，你有呢个恩赐系好嘅，你听到系好嘅，即系真系人系可以听到嘅。嗰阵时我有个同工，我哋去宣教嗰阵时，我哋上错个巴士，佢即刻收到耶稣声话，呢个唔系呢个巴士，即系即刻收到。咁呢啲系特别嘅恩赐咯，即系有啲人收到呢啲恩赐，有啲收到神嘅声音，但系个个都收到嘅，即系嗰啲冇听到可听到嘅声音嘅人咧。啊、我哋心中嘅感动都系神俾我嘅声音。OK， 嗱呢一阵咧，我就想讲下，有啲教会并唔系咁嘅。咁啊，点解我要讲呢样嘢咧？其实嘅意思就系话，当一个教会唔系强调亲近神、遵从神、侍奉神，嗰啲人可以有不同嘅意见嘅时候咧，佢系个人嘅意见啊 ，dominates 咗神嘅声音啊。即是人的意见超越了神的声音。那我讲我以前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那么那个是外国教会来的，是英文的教会。那个牧师就很想开中文工作，那他就跟我讲，但是其实教会没请我的，是
纯粹俾我试嘅啫，系冇钱嘅。我就系因为个牧师咧同我讲过，但系佢知道个教会冇钱，冇钱去做去请我嘅。咁佢只系咧，佢就同我倾过，同我倾咗咧，咁咧就我就喺嗰度咧就自愿啊帮佢哋做嗰、那个一个夏令圣夏令圣经班。我话嗱，啱啱嗰阵时系暑假，我话咧暑假嘅时候咧，啲小朋友咧系会。很多是有即是他们得闲啦。咁而他教会啱啱有一个英文的夏令圣经班。咁我话我不如我做一个中文的夏令圣经班啦。咁我就去派啲传单去请啲人返嚟。咁就真係即係有啲人即刻回应喎。咁就参加嗰个夏令圣经班。咁呢当时呢就有一个即係有一间嘅餐馆啦。餐馆的主人呢见到我呢他就好有兴趣，他说呢我三个仔女你就第日呢他就去你那班那里去上堂。但是来到那时呢那个校长呢那个主任那个夏令圣班的校长呢他就不是很认同即、就是做中文的工作的。他就不过呢都是勉强啦。好啦，那那三个小朋友来了之后呢即是他们都是中文比较好的。那他们来到之后呢那他的妈又想他学中文，即是想他多些用 中文沟通。那他三个来到呢那个校长呢就叫了他英文的班。那呢好了，他的妈来到了，他就见到我的班坐在那里，他就说咦，为什么我三个仔女不在你那里的？我说我不知道，那他 就出去找了呢走去那些班，其实他是不应该这样做法的，不过他走去那班叫那些仔女走出来走去叶牧师那里。好了，那个校长是非常不喜欢。那么我就后来那个校长是走的，离开了那个教会，就是他说我不想在那个教会里面，是他们想做中文工作是怎样，中国人是沟埋一些西人，有些得的，有些中国人是得的，不过有些人未必想的。咁呢嗰时个牧师呢我就同牧师讲，我话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啊，我嚟咗呢嗰、那个校长要走啊，离开教会啊。咁你嗰句点答我呢？真係好特别。佢话我呢个教会我做乜嘢都有人走㗎。嗰时呢佢哋教堂因为有多小朋友啊，有啲人带啲小朋友嚟。咁佢哋会吵㗎嘛。咁佢哋就喺个教堂后面嗰度呢就划分咗个区域，就有玻璃窗睇到出嚟，佢哋呢就会係俾有带住小朋友嘅人同埋亦都有啲迟到嘅人呢就可以坐喺嗰个区域呢，就佢哋嘅声音唔会影响到个大堂，但嗰度有声音听到嘅，睇到里面发生咩事。佢话我做呢样嘢呀都有人离开教堂。咁另外呢就係个教堂呢佢因为呢好多长者啊，咁佢嗰个台上咧上去领圣餐咧要行几级嘅，咁其实喺普通人嚟讲系一啲问题冇嘅，即系三四级楼梯咁样样，其实真系好小事。咁个牧师咧就提议就整咗个扶手，佢哋上去嗰阵时咧，有啲人咧有啲长者咧就会方便啲。佢话呢样嘢啲人就走。咁佢话，所以咧，我哋做中文工作咧，有人走咧，我一啲都唔惊讶嘅。咁所以佢一啲都唔介意。咁呢个好特别嘅，即系我后来喺呢个教会，我就开咗中文工作，我亦都知道冇钱啊。咁佢呢个牧师又揾到个方法啦，好特别嘅方法。佢咧就我谂翻个时间次序先啦。首先我自己咧即刻开中文学校啦，课后补习班啦，同埋咧就同埋夏令圣经班啊，就嗰啲长时间嘅就可以咧收费嘅，就可以增加教会嘅入息，可以支持呢个中文工作。咁嗰个牧师咧系啦，我记喺之前啊，喺我哋做呢样之前，佢居然提议一个咁嘅计划，叫啲教友借钱俾教堂，然后我哋会还翻俾你。有啲嗱，你借咗之后你唔还，唔使还嘅 ，OK。咁有啲想要嘅地方，佢真係好有心。咁然后呢就
又我哋都知道，即係教會錢唔多啊，咁所以我就即刻做嗰啲 program 咧，係結果我喺一年嘅時間，我已經係可以足夠支持翻我自己嘅，即係個啊支持翻我嘅人工啊當時。咁我想講係乜嘢咧？就係、是、呢個教會想侍奉神嘅時候咧，跟住就有教友聲音啦。咁同埋咧，佢哋開會咧，有時咧就會鬧交咁樣，好大聲嘅，有啲人就會好嘈啊。OK， 嗱呢種情況，大家聽到之後，你覺得點解會咁嘅咧？點解有啲教堂會咁咧？可能大家都聽過一啲咁嘅情況，都有啲教堂咧，你好想做啊，但係啲教堂有啲人咧就會反對。咁咧，大家你嗱比較一下《使徒行傳》呢個經文，我哋對比嘅時候，我哋睇到啲咩現象？大家可以回應一下。即係當我哋對比《使徒行傳》呢個情況同埋今日有啲教會嘅情況，嗱，我唔係要去話話，即係話教會嘅唔好，不過我即係話咧，我哋知道。是间间教会都是被圣灵带领的，大家有没有这些冲击？有没有这些冲击？你不用说教会的名字，不过牧师，我想分享一下，牧师，有啊，即你这样说呢，即很大，尤其自己是很大的感动，即去教会听诗歌，辉达牧师说那个即系佢心灵催逼得你好着急嘅，咁啊有时咁啊我就祈祷啊咩会讲咯，但系佢有啲咧都未唔接受呢个系，即系话你系一个咩人啊？你要唔系牧师，要唔系咩嘢？又即系佢唔接受，唔相信啊！好多说话，好多即系去投诉啊，好多逼迫，即系佢可以讲，即系好多咩啦，即系讲说话是是非非咧，有时做撒旦做，或者咩做实落去，咁啊要投诉牧师啊，牧师要经常话我，即系几年真系系咯咁样咯，即系我教会就系咁，我仲唔讲边度咯？不过接受系咁样到几个嘅，即系去。你当时嚟讲，你系？他们反对你是反对你的什么呢？就是以前呢就觉得或者自己做错什么，即或者未必记得即敢认同的。那么现在一年半载呢，我这么多年呢都是成感动我去街边啊那些什么啊，那么我就会成要去讲咯。即系非常我自己收到，即系讲你出去街嗰个传福音嘅情况系咪？啊，同埋人哋唔系圣灵感动我啊，圣经啊，咁咯，我就讲出嚟咯。我即系我嘅意思想讲出嚟，我就想佢等人同我一齐祈祷，一齐行，一齐咩啊扶持。但系佢等人就好多说话咯。你系边个啊？牧师都收唔到，跟住我就惊咗啦。行一行，即系唔够，即系即系自己嗰个灵咧，哇嘅就唔开心咯，唔开心，自己就有时好难受啊，有时祈祷嗰时候会喊咯，同啲神灵感动嗰时喊，我先神灵就会释放啊，咁啊有时又更多咧充满咯，更多大力咧，即系更大嘅能力嗰时啊，系啊。咁啊，而家咧，哇！感謝住哈利路亞，多謝阿伯父。而家幾個月咧，即係上個月開始咧，即係我二月份咧，我跟住今年咧係轉變得好大嘅，即係嗰個牧師退咗右，嗰個傳道提升咗按咗牧，跟住嗰個傳道全部走曬，嗰啲副事全部走曬，而家換過曬嗰啲傳道咧，係好大嘅，嗰個靈咧係同我同在嘅。咁啊即係好好接近啊，好喜樂啊！不論係大敬拜啊，不論係禱告會啊，到我覺得到哈利路亞嘅。咁啊，佢等人就更加逼我，更加即係有人更加逼你，有人係啊，個投訴得更多，冇需要更多打我，咁啊我就。
我就慣咗咯。誒、哎，佢釘都係咁噶啦，唔緊要啦。我唔係俾佢釘知道，耶穌知道我做咩咪得咯。即係我嘅心態就好似即係慣咗啦，都冇回事咁樣咯。咁啊誒，最近咧上個月咧26號咧，咁啊請來一個外來嘅牧師，咁啊講啲經文咧，嗰度哇～好似讲紧我咁样，今日我就好喜乐啊，好平安啊，同埋我自己眼水系咁流咯。今日我自己头系咁识，好认同嘅，我自己头系即系圣灵好大，充满我好认同佢讲嘅嘢。咁啊，跟住最后咧，圣灵同我讲嘅话，佢要提升我。咁啊，打后咧，上个月26號开始，你一路咧。逢礼拜日主日敬拜啊，诗歌啊，同埋牧师讲啊，都好，即系圣灵真系好大嘅，收到喎、啊。同埋逢礼拜四祷告会啊，即系两个礼拜四咯，即系上两个礼拜四都好大嘅医治啊，好大释放，好大提升，真系圣灵话好提升我，真系佢讲嘅真系好，佢喺佢里边去行紧咯，即系做奇妙嘅事咯，咁样咯，我都觉得哈利路亚咯。嗯，感謝神。我靈好釋放咯。係，感謝神。因為喺呢個情況，本來咧，即係教會裏面有啲人又好反對你嗰種啊，都會講，有時講下啊，我收到神嘅聲音啊，神嘅機會，佢哋就唔接受呢樣嘢。咁但係咧就啊嗱，我想問你而家嚟講，即係嗰啲教會有冇欣賞你？譬如話接受你而家咧，你而家傳緊福音係好事嚟。咁啊，而家上个月26號打后咧，今日传到而家咧就今日开始做，礼拜二咧开始做咧，即系都画面唔同啦。即系好多人讲到你都会欣赏我啦，即系即系讲我嘅名，你叫我做升我做实习组长咯。嗯，好，非常好啊。即系话你嘅情况咧，就一个好消息啦。即系啊，哈利路亚。本来有反对嘅声音咧，后来变咗咧。总之啊，领袖而家嚟讲系接受嘅，咁即系啊，神扭转咯，神带领咯，圣灵咯，系啦，咁即系主。嗱，我讲翻我以前嗰个教会啦，咁咧就结果咧就系、是、啊，我哋就即系开咗中文工作啦。咁但系我始终我后来我都系想离开外国翻嚟香港嘅。咁我哋都揾咗牧师。咁而家嚟讲咧，即系话我当时嚟讲啊，冇几耐已经开始崇拜啦。咁然后嚟揾咗牧师咧，而家。即是他更加持续继续扩展个教会，即是一路个中文工作一路扩展的。其实当时都有一个英文的教友跟我说，他很坦诚地说，他说这个教会第日会变成一个中文教会。为什么？因为那些西人越少，他越来离开那些区域，就变成是中国人很多人在那里居住。他就说这个将来真的很多很多中国人。咁即系我开始咗呢个嘅事工，都系一路持续落去嘅。虽然当时系有不反对嘅声音，但系呢个唔紧要。嗱，咁我想讲翻个要点系乜嘢咧？当一个教会真系同心，亦都系相信圣灵会讲说话，教导啲教友。嗱，你有圣灵嘅感动，你可以讲出嚟。唔代表有圣灵感动就全个教会跟从嘅喎。我哋要小心呢样嘢，就系话咧，有啲感动系个人嘅，系个人做嘅，即系好似郑先个姊妹分享嘅，佢个人去传福音。咁当然，如果教会认同，有人一齐去做，咁样系非常好嘅。咁但系有时有好多人，有时佢可能收到不同嘅声音，咁教会系需要处理嘅，即系唔好似啊个个方向一齐做系冇可能嘅，系需要点样调教，到底点样啊调教教会嘅方向。但一个相信圣灵会同我哋讲说话嘅教会咧，相信耶稣嘅羊系会听到佢嘅声音嘅教会咧，就会寻求神嘅心意啊！我认识有啲教会系点咧？佢每年咧都会寻求今年嘅方向嘅，佢哋会有一个去修会，就请教会嘅领袖一齐去祈祷，教会嘅人一齐参与去寻求神，去寻求神喺今年嘅方向。咁有啲教会真係好多咁样嘅行动啦，咁佢哋真係有好清晰嘅方向。係咪先啱人想讲嘢呀？牧师呀、啊、即係你讲嘅我係认同嘅。点解呢？我而家我教会呢转过而家
而家转过一个牧师咧，就成个咧，佢系去一个团队啊，自己去，唔系自己行，唔系自己想做咩，系一个团队教会牧者传道一起行嘅，一起去祈祷嘅，同埋一起去验证嘅，吓、啊，即系守得好清晰嘅。嗯即系神要我当然去点样行嘅咁样咯，同埋圣灵好大嘢去同在咯，同埋我哋牧师咧系好好咯，即系好愿意付出，即系佢自己嗰、那个即系佢自己嗰、那个吓咁、啊、样去摆上咯。OK， 非常好，即系话咧呢、这个牧师而家又系认同，又有方向，咁咧咁嘅教会咧。就会有力量有方向、能够做到神的心意，就好像使徒行传这个经文所讲的这种，就是他们会一起祷告禁食，然后呢神指示他们。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在这个经文我们看到、神原来可以这样带领，也都有时人是会不听神圣灵的带领，也都、有些教会呢可以话系冇讲呢个信息嘅，即系话主嘅羊系会听到神嘅声音，系唔会讲呢个信息嘅。所以好多基督徒根本唔知呢回事嘅，佢唔知道基督徒系可以领受到神嘅方向。不过有啲教会都会用另一个名词讲嘅，就系有感动啦，即系佢话我有感动做乜做乜咁样有时咁。但系佢哋有啲好怕用声音呢个字眼嘅，即系话听到神嘅声音咧，佢哋有啲人好反对嘅，系。因为在传统教会就觉得、神不再讲嘢嘅，即系唔再系会有声音同人讲嘢嘅，就只是咧，佢哋都会承认有感动嘅，即系咁你问佢，咁嗰啲人佢做牧师有冇感动啊？咁佢梗系话有嘅。咁、那个但系个问题就是当啲人有啲人一话我收到清楚声音咧，佢哋会好反抗嘅，因为我自己亲眼睇住一个平信徒同一个牧师讲，佢话咧。我祈祷我听到神跟我讲嘢，那牧师就说不会的不会的，今天不会再跟你讲嘢的了，那那个人呢就不会再出声了，那就是这个是有些教会他们的神学上去接受这个，但如果耶稣说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就是我们继续都会听到神的声音，就不是只是昔日听到了，那大家有没有在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样听到神的声音，这我们迟些都会讲的，其实我们一路查很多经文都有讲到神是会带领我们会感动我们、我们安静的心依靠神的心亲近神的心有服侍神的心，神自然就会被越来越强的感动，强到你是不能够抵挡的，是持续在个心里面一路发动的，那我们就留意这些声音和带领、顺从神，那的时候呢就行在逐步进入神的预备计划。在这方面大家有没有问题，就是说这里的经文今次呢就特别都是讲到当一些、群体一起祷告的时候禁食的时候呢就更加容易领受神的声音。那么讲到禁食呢，我个人的经历呢我就发现是这样的。禁食是会令到个人的体能弱一点的。其实禁食呢我本身是低血糖的，我初头以为我不可以禁食的，但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那个牧师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试一下禁食一餐，你求神给力量你禁食一餐。我来说为什么我会觉得我难于禁食呢，因为那时来说我吃早餐吃迟一点我会晕一阵的，就是个人神好像没了力样的。我试过呢在一个教堂那里就崇拜啦。咁咧就越嚟越肚饿，咁我系要讲道嘅，咁我就好饿得紧要，咁嗰个教堂后面嗰度我走落下咧，走去厨房食咗嘢，走翻上嚟，即系我会有呢个情况，咁啊即系应该咪难于禁食咯。但系嗰次我试过一餐唔食之后咧，我发觉唔系咁难咯。咁我禁食多啲嘅时候，我发觉咧到两日到日几两日开始就唔肚饿嘅，咁咧越禁食即系越。其实跟住禁食是不会肚饿的，是直情身体好像惯了不吃东西，但是呢就通常来讲是应该喝水的，就是有些是不喝水的禁食那种是通常都不能够长的。
即係時間唔能夠長嘅。咁啊，其實當時啲教友後來，因為我嗰陣時係點樣咧？我週末我就食翻嘢，我平日我就日日禁食啊。我就發覺咧，我越禁食嘅時候咧，個人成個人咧就啊，身體嘅體能會減弱，但係咧祈禱嗰陣時咧，經歷性強啲嘅，即係嗰種神嘅臨在嘅感受咧係強啲嘅。咁嗰時我真係禁食好多，直至到一啲教友同我講：師，唔該你唔好禁食，因為你而家你個面瘦得好緊要，即係佢哋叫我唔好再禁食。咁我自己嚟講，即係我身，我睇翻我自己嘅情況啦。我即係話啊，初頭即係覺得禁食好難，但係咧求神俾力量係可以嘅，係可以幫我哋更加專心同埋放低自己嘅私慾啊，放低自己嘅肉體嘅需要啊。同埋有更長時間，因為唔使整嘢食，唔使食嘢，慳咗好多時間。不過呢樣嘢唔可以長期咁做。啊，當我哋咁嘅時候咧，係整個群體同埋我哋自己都可以更多聆聽神嘅聲音咧，俾神帶嚟。好，有冇人有嘢想問啊？關於聆聽神嘅聲音，牧師啊，就你頭先所講咧，話禁食嗰樣嘢啦，咁。你話有些人呢不用禁食都會聽到神的聲音， 而禁食呢你就說會是即是領受多一點的，是的，更加容易領受的。是的，那這個是不是用理性是分析不到的，是要經歷到才感受到的？這個呢是因为在禁食的时候呢，个人的体能减少，这件事呢就算我们有这个知识呢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直到我们真的禁食才会经历到。禁食的经历不是你、啊、我明白禁食我就会经历，是一定要真的自己禁食才可以经历。嗯，好，好，答你、啊、喂，我想分享一下禁食、啊、喂，是是，我都想分享一些禁食。我觉得呢禁食呢就、我以前呢禁食就、都很有信心的，我禁食很简单的。咁我呢就、早餐一个不吃早餐，跟住呢禁食呢就想家人得救信耶稣。咁我呢就、起身就 定时的九点钟就播诗歌，唱诗歌敬拜赞美。跟住咧，我就祈禱嘅，咁我持續咗兩年，我覺得真係好好好啊！即係同神嘅關係係好親密咯，同埋又改變咗我對我同屋企哥哥阿嫂嘅關係又建立咗咯，我覺得係非常之好。但我就好有信心嘅，我係完咗之後我就即刻食翻嘢噶啦。咁我又試過成個月四月份禁食咧，就係想屋企人信耶穌嘅都係。我是吃精神科药呢是很肚饿很肚饿的，控制不到的。当我决定一禁食的时候呢，那个很肚饿很肚饿的捆绑呢就释放了。跟着我坚持到十几日，我全部饮奶昔，吃多种维他命和饮水。那个我觉得我身体好了，皮肤好了，同埋呢有一份平安，有一份好大的平安。之前呢就好担心好害怕的。当我禁食完之后呢，我就有一种好大的平安咯，好大的平安，同埋嗰种即係禁食先有嘅，係唔会肚饿嘅，个肚係唔会饿嘅，好奇怪嘅。咁都瘦咗十几磅。我觉得呢跟住坚持唔到呢，就係、是、我个私欲啊成日转咗去减肥嗰度啦。跟住瘦咗落嚟好开心呢就执咗啦。跟住我朋友同我讲，他说你禁食到十几日得了，咁再禁食唔到咧，咁你就停止啦，咁我就停止咗咯。我觉得禁食系好有力量噶咯，系啊。嗯。Okay。 牧师，我想分享少少，即系禁食喺度吓。咁、我咧就即系讲咗喺度半年，一路咧都零售啊。但系以前咧就唔系几懂得去禁食，点样去咩？咁知道神心灵强咗咧，我而家奉礼拜日咧，我都系
唔食早餐，唔食咩噶，净系一早起身就去嗰度祈祷啊，睇圣经啊，许啲等候神啊，等到十点半后翻去教会崇拜啊，嗰啲咩，佢嗰个灵咧咁清嘅，同埋诗歌啊，嗰啲话语啊，收得好舒服噶，得着好多噶。我而家 iPad 就系咁样奉礼拜日，同埋有时会领圣餐，就一点水都。一点水都不喝的，完全是礼拜日都试码十二点半以前就是啊，正是好咩咯，我呢十点半就崇拜，咁啊我呢十点钟到我落后，十点钟前我就完全是嗰啲嘢是纯粹是乜都不做的，不喝水不煲水乜都冇，正粹是投入去。是神啊，我去灵里面呢，哇佢嗰个活水啊，佢真係好涌流嘅，同埋你一啲都唔觉得到肚饿㗎。个灵好清好好嘅，好感恩，收得好清晰嘅，得咗好多。就係、是、星期日，我而家就个礼拜日都係咁。好，感谢神啊。喂，多谢你嘅分享啊，谢神。是非常好的，即是其实即是说当我们禁食的时候，发觉个人更加清，更加能够领受到神的信息，这件事非常好的。我现在呢，我发现我还有些时间，我们就去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那个经文，我还可以有些时间啊。那啊啊，有谁读啊？腓立比书怎样抄的？Okay, 我读咧，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嗱，呢一个经文咧系非常之奇妙嘅经文嚟噶，系一个我好中意嘅经文。首先要讲到人做乜嘢啊？因为你们做乜嘢啊？两样嘢做系做乜嘢咧？大家可唔答我啊？立志同埋行事。OK。嗱，呢兩樣有咩分別啊？即係形容出嚟，呢兩樣嘢係乜嘢咧？立志即係可能你有個decision make 咗啦，咁行事即係真係行出嚟咯。係，你用中文講啊，因為個個識聽英文。好啊，即係立志即係話咧，可能有個你決定要咁樣做。嗯行事咧就即系你真系做出嚟啦。OK， 好嗱，咁我问大家，我哋立志嘅时候，我哋有冇份立志？即系譬如话，我哋立心去传福音啦，立心去帮人啦，我哋有冇份立志？有。有份系啦，即系因为圣灵系咪代替我哋立志啊？因为是我们立志啊，我们立志，是我们立志，但是这个经文就是，不好意思，立志呢，这个新动作呢，是圣灵的，是神的工作来的。OK，那我想问你，神是神的工作呢？因为根本的经文是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但我问你的问题就是，当一个人立志的时候，是他立志，定是他根本完全没有立志的，就是圣灵在他里面就跟他立了志了。我想问大家这样，即是人有没有份参与在里面？信念是人的里面立志的，即是比他的力量是给他力量，没错。但我问你一个问题，譬如你决定去传福音，是不是你决定？是不是你去行事？是不是你去传福音？不是。那是圣灵去传福音，圣灵去传福音。你有没有传福音？是你传还是圣灵去传？圣灵是我的里面感动，怎样给我的意念或者是经文，好像刚才那个姊妹分享，即是复了出来啊。即是照住神系
俾我啲嘅意念意识去方法去做咯，即系做会咧，即系有路咯，睇到系果效。OK， 嗱，我问你嘅问题咧，你哋去留心听我问你乜嘢，然后答。系咪你自己决定啊？我而家行落街去做工啦，你会唔会做呢个决定？因为我唔知做乜嘢噶，不过忽然间咧，我就喺里面咧就有个立志咧，就去传福音啦。即系你自己本身有冇份决定啊？我今日我几点钟去传福音？我决心，又跟住你自己系行出去，就唔系圣灵喐你只脚，咁你都唔知点解自己开始行出去。咁我而家问你嘅问题系，请你哋听清楚我问乜嘢就答我问问题。是不是我们本身有没有份决定和他走出来，这个就是我的问题。有个人的意志应该就是。有。有是的 ,OK。好了，那个问题就是，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即是讲到呢，即是先大家都赞成是我们有份决定，即是我一阵间譬如这样。一阵间晏昼啦，我会出街传福音。咁你系即系你自己会决定噶嘛？你唔会话啊，圣灵而家同我决定咗啦。我而家咧就唔知点解，我就会决定。总之我自己就会喺食，我就会出去传福音啦。即系嗰个人有份啊。最主要系话个人有份决定，系我哋立志行事。传福音讲嘅时候系我哋嘅口讲，系圣灵讲。但圣灵可以喺里面感动我哋，但系我哋系我哋嘅口讲啊。大家赞不赞成我们传福音就是我们的口讲的。圣灵透过我的你口讲咯。但是你的口有没有讲啊？有。有了。所以行出来，我们真的有行出来的嘛，是不是？即是我们要分清圣灵感动和圣灵。即是譬如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是我们传定的圣灵传呢？圣灵做什么工作呢？个问题就是我们立心去做的时候，是我们立心啊，那么圣灵做什么工作？我想问大家就是这个问题，圣灵做什么？就是在个过程中圣灵做什么？这个经文有讲的，经文怎么讲呢？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嘛，就是我们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家可不可以答我啊？在这个经文有讲出个关系出来的。经文话圣灵做乜嘢啊？神做乜嘢啊？神系做感动我。系啦，佢运行系咪？佢运行又感动我哋啊嘛。咁我哋咧收到神嘅感动，我就决定去传福音，我就决定出去行埋呢个人嗰度，我就向佢传福音啦。即系嗰个决定嗰个同埋做行动嗰个就系我哋。但是呢是圣灵运行感动我们。嗱，我们就看到这里呢，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去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可不可以认出来，就是根据这个经文，我们会做出来，因为圣灵在里面感动我们运行。我们看到神跟我们的关系去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不可以答这个问题，去到什么程度？你不要想得很深，不是很深的。神和我们的关系应该是很紧密，很 close。因为他是会主动感动我们。即有时候我们没有想过去做那件事，他圣灵是会感动我们，即是他主动的。而我们决定去做呢，而这个决定呢其实是，即还有要行出来啦。我由我去决定的嘛，咁我要同神的关系好 close， 好亲近神，我先至除去晒啲惧怕、忧虑啊，先至行出嚟咯。咁所以我同神的关系应该系要系好 close 嘅。嗯哼，系啦，即系呢个经文咧就讲俾我哋听，神同人咧系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咁有另一个经文咧系讲到呢样嘢嘅，就系呢度我哋冇。写出来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啊，大家就咁听我呢个经文啊，咁又去谂下意思啊。与主联合嘅就与主成为一个灵。咁啊，其实嗰个经文嘅上下文就咁讲嘅，即系佢叫我哋唔好犯奸淫，就与娼妓联合咧，就佢与佢成为一体喎。咁咧，但与主联合嘅咧，就与主成为一灵。一灵，一个灵，即系咩意思咧？与主联合嘅咩叫与主联合咧？就与主成为一灵系咩意思咧？大家可以试下，因为我想大家去谂啊。与主，与主圣灵嘅圣灵喺我的里边，我都要去佢里边连结，好亲密嘅关系。系啦，系啦。咁你用翻个经文嚟到解释好唔好？嗱，你而家讲系讲得系啱嘅。但你要你而家几多几多经文咧？但语冇写出嚟，你就记住我讲啦。咁你去认佢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如果你喺屋企，你对住本圣经，你咪可以即刻开嚟睇咯。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一灵。咩叫与主联合咧？即系我希望大家咧回答问题咧，尽量用圣经嘅字眼，即系圣经咁样讲。所以咧系咁嘅意思。有冇人想讲啊？同主同禁一年咯。OK， 嗱，你而家用咗啲系个经文嘅字眼啊。我想你用经文嘅字眼，经文讲乜嘢，你就解释嗰个字眼。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想你解释嗰个经文，讲翻嗰啲字眼出嚟。呢个就系释经啊，即系你用咗第二啲字眼咧，你就即系好似你唔系解个经文咁啊，你系将一啲结论就即系你明白咗嗰个意思，你将一个结论讲出嚟，就而唔系咧嗱个经文咁样讲，所以咧我又达到呢个结论。嗱，我想大家咧释经就系咁样。嗱，点解要咁样释经咧？因为咧我哋系要去明白经文的意思。我再解释一下释经的意思。我譬如一个用人的例子讲，譬如有个男性和一个女性，那个男性写一封信给一个女性，那呢就好像就说他想跟他结婚，但是又不是很清楚，那就请第二个人帮他看一封信，到底他有没有讲到话想同佢结婚咧，咁佢就唔能够话，哦，佢咁中意你，佢梗系想同你结婚啦。佢唔能够咁样结论噶，佢要根据封信啊，封信系咁样讲，即系话佢有咁表态，咁啊即系佢想同你结婚啦，或者佢根本咧好犹豫嘅。你会由嗰个字眼去判断佢系好清晰想同你结婚，亦或佢系好犹豫嘅。嗱，呢个就系释经啦，即系话我哋会解释一封信。到底他是讲什么？同样呢，我们对圣经也都一样的方法。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释经，我所讲一路讲释经是要找圣经的字眼去解释那样的真理。你大家可不可以用那个经文去讲出来，即到底他讲什么呢？但主同联合呢，即同主是一体咯，即是一个身体咯。嗯哼，联合是不是一个身体啊？嗱，联合佢就冇讲到一个身体。联合嘅意思系乜嘢？咩叫联合啊？我觉得与主联合咧，同一灵咧，系同一个目标一样啊，同神一个心啊，同神同心啊。嗯。Okay.嗱，你哋個個試下解釋下，然後我跟住我最後講我講出我嘅意思，就等大家明白到底我想你釋經嘅時候係做乜嘢。但係其實你做緊㗎，你係做緊㗎。不過我想你做嗰陣時咧，一路話嗱聖經咁講，即係咁樣意思啦。嗱，聖經咁樣講，所以我哋可以達到呢個結論。呢個就係我希望你用呢種方法去釋經，咁樣咧你就係真係話聖經咁講，所以我咧就有呢個結論啦。联合其实系咩意思咧？系咪二人成为一体啊？
呢啲係呢個係啱嘅，不過你係用其他嘅字眼，我想你淨係用呢個經文嘅字眼。会不会呢我们同主接受了主呢主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本来呢即是圣灵的感动呢就应该就是神的灵感动我们了。那往往呢我们都不配合到主咯即是不跟主联合咯。有时我们都是同即是感动我们不做咯那不能够与主联合咯。OK。那你现在做。你而家做緊咧，係講到有時我哋會同佢聯合，有時唔同佢聯合，即係你講出一個情況出嚟。咁我想你做咧係釋經，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神喺聯，同埋咧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係要成就他的美意。咁到底係佢講咗啲乜嘢係佢意思啦？即係我就係想你。希望嗱，我哋立志咧，就希望与神咧感动我哋嘅时候，就跟住去做。即系立志，我嘅立志咧就圣灵感动咧，我哋要同佢一齐去行动啦，咁样。但系咧就成日都唔得嘅。咁但系我哋愿意立志配合神嘅感动，我哋同神一齐去做神嘅工作。Okay.仲有冇人想讲添啊？阿牧师，我试下讲，觉得系自己嘅情绪同埋人际关系啦，都会影响咗同上帝嘅关系。系、okay. 系、okay. 牧师，我想再讲下，睇下啱唔啱。他说的但与主联合，即是明白主的意思，与主配合，便与主 成为一联呢，就是要立定心志，照住主的方法，即是照住主的意思行。 OK 好，你们个个 都有一些啊、即你是尝试形容这件事出来的。那我现在示范给大家听一下我所讲的释经是什么意思，每一个字去解释。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啊、这个好像我讲你们、啊、你听听我怎么讲法，是你们立志你们行事、啊、圣经好像我讲的是圣经话，而我们是事实上我们可以证明这件事的。即是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回教堂，我自己行了回来我都不知道，即是圣灵帮我决定了我就行了回来了，即是没人会这样说的。人家说我已经是计划了，我计划是我计划嘛，我们计划的。所以呢圣经好像说是我们立志我们行出来。当然呢亦都会问个问题，那我们立志有很多立志有时都会错误的，有时有些人呢会立志去讲大话都有的，即有时有些基督徒会软弱的时候会甚至立志讲大话，那这些是不是圣灵运行呢？那根据圣经一定是，因为根本这个就是魔鬼里面运行，就好像彼得叫耶稣不要去钉十字架，这个是魔鬼里面运行的。那所以这个经文所讲的就是当我们听神话的时候，我们立志行事是其实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他跟我们亲密的程度去到什么程度呢？去到一个程度呢，他可以影响我们的内心，他的同在会影响我们，他不是强迫我们。即是没有一个人说、哎、我今天回教堂真的很强迫的， 我自己不想的，不过圣灵呢整到我想了，我其实很不想的，即是 没有人会这样说的。他会说真的圣灵一路感动我，我真的很乐意回来。他是会即是圣灵跟我们合一的程度呢，令到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自己想回来这样的，事实上是我们想回来，而圣灵会运行到那个程度，以致我们以为是我们里面有这个动力。其实原来圣经说当我们会行立志和行出来呢，其实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
为要成就佢嘅美意。咁喺呢度讲出边啲工作系神运行噶啦，就系、是、成就佢美意嘅事，就系、是、咧会遵从神啦，爱神爱人啦，去祝福人啦，传扬福音啦，建立灵命啦。咁呢啲系合乎神嘅心意，系成就神嘅美意嘅。呢啲嘢咧就系、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了。那这个大家听不听到我是逐个字去解释、啊、因为你们立志是我们立志，不是圣灵代我们立志。我们会行事，不是圣灵代我们行事，是我们会行事。但是我们会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会自动有这种动力，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呢，就赐给我们在里面运行的、啊、神的运、啊、这个工作，令到我们自动去想去遵从神。甚至很多基督徒呢，他会跟神的联合去到一个程度呢，当有一件事发生，他立刻就会选择，他立刻会决定选择，我饶恕人，我祝福人，我不要发怒。这个呢就是他已经在他心中呢已经给神去运行到的程度呢，很自动地会遵从神的。那我们明白原来呢，即是神和我们有这么密切关系，即是说其实显出神什么属性呢，就是他很关心我们，很爱我们，还有他有能力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以致令到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自发性去做，原来是神改变我们，令到我们会自发性去做。那啊，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联合啊。咁而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咧，又都将这个联合咧提出嚟，就是咧但与主联合嘅联合。其实呢度咧所讲嘅联合咧，应该就是话一个人真信耶稣，他就同耶稣联合啦。耶稣就在他的心中啦。耶稣话喺门外叩门，我听个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与一同坐席，即系咧。我们就跟耶稣一起，总之凡是信耶稣跟从耶稣的人呢，就是跟主联合。联合有程度的，有些人联合呢是高度联合，神感动他做什么他立刻去做。有些人呢是很，如果形容呢可能百分之一联合的，百分之一听话，百分之九十九都不听话，成日都不听话的，很少联合的。那其实他跟神的关系真的很弱很弱。咁好啦，凡系与主联合嘅，就与主成为一灵，就已经成为一体啊！即系个灵魂咧，好似同神合拼咗啊！咁譬如保罗都有讲嘅，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里面活着。就系话咧，而家唔系我活着啦，即系直情咧，耶稣系喺我里面运行，就系、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然他一样有他的自己的，他一样有他自己。不过他就是说让耶稣作王到一个程度呢，就真的好像耶稣话晒事这样的。那就是这个高度的联合。那么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就直情好像神的灵在我里面运行。我们有灵魂，我们有灵魂在我里面。运行，咁咧，但系我哋信主之后咧，神嘅灵就同我哋嘅灵魂合一啦，成为一个灵，唔再系两个灵，系一个灵。不过呢样嘢到底系咪个个基督徒都系咧？的而且确唔系嘅，有好多基督徒咧，好多基督徒咧系佢嘅私欲啊，佢嘅情欲啊，佢嘅愤怒啊，都好多时咧系掌管紧佢，就唔系。神掌管佢嘅，咁呢个经文系话俾我哋听，系真系我哋本身有呢种身份嘅，我哋已经与主联合，同埋与主成为一灵。咁咧就将两个经文放埋一齐嘅时候咧，我哋就睇到咧神同我哋合一嘅程度，合一到我哋想做一样嘢嘅时候，其实系神运行。嗱，譬如我自己讲翻我自己啊，喺我过程内。认识我第一个太太，她已经离职劳归主啦。啊，当时嚟讲咧，事实上讲好多因素咧，啊，
当时我这个第一个太太呢 是有若干因素呢，是我本身觉得是这么好的，他有好的地方，但也都有些他的质素不那么好，那么适合我的地方。但是当时来讲呢，我即係講一個事實啦。當時嚟講係有我嘅心中咧有諗另一個女性，但係我唔知點解，我係好似咧，即係好似不由自主咧，我就係一路選擇咗我第一個太太嘅。咁我後來喺個過程中咧發現咧，就係因為我第一個太太，所以我先入到美國路德會嘅神學院啦。因為佢嘅家姐喺外国的时候呢，他们就在一个路德会，而我能够学到这个平衡恩典和法的教导呢，都是因为我在个路德会里学习的，因为神好像安排我走这条路。而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所有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事，是发生了之后我才知道。那我看回的时候呢，还有在个过程中我有很多生命中的神给我的操练，我真的觉得是非常好的，是建立我今天这个生命质素。是我即是以仁义来讲呢，我本来是想着是、追他，但是神好像就将这件事呢就放了在我的里，我就一路跟着去做。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立志行事，圣灵感动我，以致我都不知道原来是圣灵感动。我用一个更加清晰的例子呢，就是当时讲有另一个女仔呢，我的心是颇为喜欢的。咁呢就当时我在学校有个音乐会，那个女仔又来，即是佢其他人可以来。我就坐咗佢隔，但我整个过程我諗唔到一句说话同人讲，其实我唔系唔识得同人讲嘢，但我当时我諗唔到一句任何一句说话都讲，就是讲同你。即系，跟住咧就成个过程系一句说话都冇讲，即系好似神封咗我嘴啊！我唔能够去佢沟通。如果当时沟通，可能我哋已经，因为我系留意到佢对我系有留意，咁我系觉得佢系对我有兴趣嘅，而佢有好多好好嘅条件嘅。但系当时嚟讲，我好似完全咧系无动于衷啊！即系虽然我心又想，但系咧我完全冇行动出嚟。咁我就话，神就是可以在我们生命中怎样做事。OK， 大家我最后讲的是应用，但我之前我讲、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还有就讲到但以主联合的件事与成为一灵，大家听不听到我怎样样用经文的字词解释，然后清楚讲出那个、关系，大家听不听到？或者我再讲一次，简单啲讲一次，等大家可以攞到呢个意思。经文就话咧，你们立志行事，就讲明系你哋我哋人自己立心嘅，我哋自己行事嘅。咁因为下文讲到系成就佢嘅美意，所以就唔系讲到任何嘅决心，而系讲到咧系我哋决心跟从神嗰啲地方咧，就系神运行嘅，即系话。每一个决定是合乎神的，全部都不是只是我们运作的，是圣灵在运作，以致我们会做这个决定，以致我们会有这个行动的。那这个是讲到关于听神话的，但是那些不听神话的基督徒，他又听神，他又信耶稣，不过他听得晒，那么圣灵运行他又不肯合立志，又不肯行事，神感动到他全福音去、帮助人的灵命，建立教会奉献，他很多都不肯做，他只是做很少。那的时候呢，他是只是他不听话，但是圣灵是想在他心中运行的。那如果你听话的基督徒呢，他直情圣灵就在他里面运行到呢，他好像身不由己，但他又很想去做的，他又很开心去做的，他又很享受的，但是好像自动就会有这种的心去做的，就是圣灵运行到那个合一的程度，也都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嗰度讲到，但与主联合的就系话信耶稣嘅人，佢就同耶稣联合咗啦，就与佢成为一灵。我哋就嗰个联合紧密到咧，直情系成为咗一灵啊！嗱，
與妻兒聯合，二人成為一體，即係一個身體都唔係一零喎，夫妻唔係一零喎，點解唔係一零咧？當時個丈夫諗嘅，太太冇諗噶嘛，即係根本啊，丈夫做嘅決定就俾太太吩咐佢做啦。如果唔係，佢唔會話我太太喺我心中感動我噶嘛。即係丈夫同太太只係個身體合一，並冇靈魂嘅合一嘅。但係同神同我哋係有一個靈魂嘅合一，與主聯合嘅，即係同佢聯合就係凡係信主就同佢聯合噶啦。不過個人有程度不同，就係咧與主成為一靈，直情咧。神和我们的灵结合了，直情呢就好像孖公仔，他一路不断在里面带动我们，感动我们。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会发现我们里面呢就会有神的感动，神推动我们去做一些事，但也都我们会发现有肉体的推动我们，有情欲的推动我们，有邪灵的推动。我想回应一下。Okay, 你等我先说完，我有释经的时候你不要说了。咁咧就话神嘅灵喺佢里面感动佢，佢咧就以致佢系好自动地去遵从，呢、这个就系一个与主成为一个高度成为一灵嘅情况啊。咁而我哋就追求呢个高度。牧师，你静咗音啊，解翻除静音先啦。咁亦都咧好，先点咩话？咁咧就可同我哋今次嘅主题，个主题讲到咧聆听神，咁我就想话，其实神喺度不断同我哋讲紧嘢嘅，佢喺度不断感动紧我哋嘅，运行紧嘅。咁咧我哋听话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进入到呢个计划。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系就话，我愿意俾耶稣完全喺我里面运行，同佢成为一灵。系嗱，有啲人佢同神成为一灵咧，只系。1%嘅啫，即系神感到佢有啲嘢佢肯做，有啲甚至最 minimum 嘅，佢净系识咩咧？净系识翻教堂，甚至有啲唔识翻教堂，净系识得有祈祷，识得有时啊会认罪，但系咧佢好多嘢都唔系好听神话。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即系好软弱嘅基督徒嚟。有啲真系可以软弱到系离开神嘅，咁佢个同主成为一灵咧一个好低嘅程度，但系我哋可以与主。高度的成为一灵，咁嘅时候咧，就呢个人咧就成日都会进入神嘅计划噶啦，一步一步。虽然有时我哋话阿神呼召我，譬如阿神呼召我做一个传道咁啊，即刻未做到传道，但系因为做一个传道，一定系要好多建立，咁所以过程神一路建立我哋，感动我哋，直至到有一日我哋去到嗰个位置。OK， 咁嗱，首先大家明白我呢点样，我嘅释经嘅意思就话你由字眼啊，你发觉我系。不断用经文的字眼去解释我所讲的真理，这个就是释经，就不是我找另外的字眼去研究它。还有我讲出二人成为一体的分别和成为一灵的分别，我可以讲出个分别在哪里。好，那谢先姊妹想讲，你讲。头先我听你讲咧，牧师你讲嘅系，我都系同男一灵嘅，即系我都系咁大嘅，即系建立。点解咧？即系我系喺夜间教会咧，而家都12年咯。咁啊，我谂翻转头咧，我自己玩翻，我自动玩翻去夜间教会嘅，即系心灵即系开个根眼睇到我嗰时唔系喺度将军澳住，喺个地方住嘅，我第二个嘅。咁啊，几个礼拜都揾唔到教会，我。就睇到个狗，我自己就有第三个星期都臭，即系伤害。搵去教会嗰度，跟住先冇开门嘅。我自己咧，我而家翻转头，你嗰度咧嗰个而家睇到神网络咧，你嗰个网络嗰度好弱啊，嗰啲声有时变咗怪声啊。你近啲嗰个好弱 WiFi 嗰度啊。近啲個 WiFi 機嗰，即係我12年咧偷唔好啲啊，係，即係12年咧可以解救咧，我自己咧翻轉頭嚟睇到咧，好多雜雜聲啊，好多雜聲啊，你嗰度因為你個網絡好弱啊，好多雜聲啊，你可唔可以去一個地方係咪對近啲你個 WiFi？ 你係用手機定係 WiFi 㗎？即係你，我意思你手機，咁你個手機。强咯 ，OK， 你而家呢阵又 OK， 但系有时咧，嗰啲声变咗怪声啊。
嗱，你簡略講啊，你簡略講你想講嘅嘢。即係我翻轉頭嚟睇下咧，都係有神咧帶領同埋神咧美意去第一改即係改變我啊，即係我學習點樣去俾神帶領啊，令明我嘅生命成長啊。到今日咧，我覺得係。跟同恩你头先讲的即是神要神的那个带领，但是水达的十二年呢是很辛苦的。即是不论反正那时候我灵明无咁咩咯，但是好真的很辛苦的。但是我都无想过想走咯。即是有时他的有些姊妹我跟他分享的话，为什么你咁得意的你教会讲得你咁样，你又唔会去转话去第二间嘅。有啲即系第二间咧即系姊妹，你叫我去几度，你几个都系我都唔愿意走嘅，唔知点解咧。咁啊，就系啦，翻翻嗱，你分享嘅时候咧，嗱你咁样讲，即系如果呢个主题有关咧，嗱我会唔愿意走嘅，即系就系圣灵感动我啊，圣灵。即系我自己都唔知点解圣灵就感动喺呢度咯，咁你就同呢个经文有关系啦。即系我哋分享嘅时候都时时同个经文有关系，同埋都系时讲出神嘅属性，因为神真系好啦。喺我神上睇到神，你喺我后边咧，一路都带领紧我咯。系啦，好啦，感谢主啊，多谢你嘅分享。好，有冇人有？我今次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聚会，觉得很好，很有得着，即是让经文呢深化在我们的里面，还有有个思考和进入，那就可以有个祈祷。我就想表达一下呢，譬如今次只是三段经文，那可以只是三段经文，还有有埋那个影面啦、画面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同埋唔使又要翻出去睇啦。咁都好好，咁样就同埋时间揸紧啲。唔该晒。啊，其实咁嘅，因为咧，我哋呢个咧呢个 Zoom 嘅聚会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情况。我想大家明白一点，就啊，因为我真系好。所以我是用我洗碗的时间，希望大家不介意。所以那个时间呢就是次次不同的。而刚刚因为我又有另一样做，所以呢我就那时候又可以又再讲多个经文。但是呢如果有人呢需要离开你的方法，你可以离开，你可以听回网上我们有关直播的，在 YouTube 那里直播的。还有过后呢有人剪接，将一些空档的位置都会剪。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留意到，就是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时间不是次次一样的，即不好像次次我们讲定几场就几场会的，就次次都不同的，那大家接受和原谅。那我最主要就是说大家听不听到我释经的方法，还有我都希望大家的思维是次次就是从圣经去建立，然后呢就分享的时候都同回经文。同埋咧，即係一路分享嘅時候，我真係睇到神咧感動我，以至我自己自動會咁樣做呢啲嘢，我真係覺得好特別。咁我希望大家都會咁樣同個經文相連啊。咁亦都講出神嘅本性同埋恩典喎。神嘅本性係乜嘢咧？就係佢知道我哋嘅心，佢同我哋嘅心有高度聯繫，佢有呢個能力。而佢嘅恩典就係佢真係同我哋聯合。佢而家呢一陣喺我哋心中感動我哋。我们越听话的基督徒，他的感动就越清晰越强烈，所以我们欣赏他的恩典，神真的好，神是不断在感动我们，不断带领我们，是一个礼物的，我们就感激神，就全心去给神带领我们，那我们的生命就蒙福了。 OK， 好，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或者回应，如果不是我们就祈祷了。Okay， 我一齐祈祷啊！我哋嗱，你中意嘅你可以起身放松个人，你可以都感受到圣灵嘅喺你心中嘅感动同埋移动啊！圣经有讲到约翰同埋扫罗，佢见到耶稣都会跌咗喺地上，因为咧神嘅能力喺亲近神嘅时候可以令到人跌倒，或者未跌倒嘅时候会移动啊！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敏感性嘅一个方法嚟嘅，你
会觉得平安，身体都会感动。大家可以企喺度放松嘅，我哋有几多时间？多谢天父，因为你真系同我哋成为一力嘅，你喺我哋里面咧感动带领嘅。我哋有你喺我哋心中居住，真系好大嘅礼物，好大嘅恩典。你真系好有耐性，要祝福我哋，感动我哋，带领我哋，系一个好大嘅礼物，要帮助我哋。时时都回应圣灵的感动，时时都会感激神你的感动。你感动我们的，我们就遵从。当我们行在你的完美计划的时候，神是最喜悦的。神你在我们生命中有奇妙的旨意，当我们进入这个旨意，我们整个生命都会被提升的。多谢天父，赞美天父。